DJ 啊，我一个一个英雄来嘛，你这个还刚本田刚玩好，现在玩一个，你又要接 JP 又要 DJ， 又要春丽又要桑吉尔夫，这怎么搞嘛，对吧？啊，所以我们决定了 JP 就 JP 好吧啊，先来小上一手分啊，不练 DJ 就翻脸。那等会儿有人说不练 JP 又翻脸，请问怎么办？Girls, JP 真厉害，昨天晚上看的比赛，什么比赛？哎呀，我前冲呢。You get my girls， 多帅哟！啊，是吧 ？JP win。受不了呀，我笑了，我笑了。You can, you girls， 怎么说？还可以吧。本田赖，哪里有什么赖？这个游戏还有什么赖？没有，你说赖的只是什么？只是你看到啊，我在放头锤，头锤头锤，你就觉得赖，那是人家不会打。那我先 move it you girls move it you girls， 然后就觉得啊 JP 赖是吧？啊，那我玩个 DJ 我的嘿嘿嘿啊 JP 赖啊，玩个村里的啊 Tugan 啊 Tugan how you good 啊肯又赖是吧啊？哪是这样的耶？对，卢克伊格斯。无所谓，耶，按错了，我操！
怎么说嘛？狂龙街挑起。感谢看热闹的小朋友的飞机。我笑了。耶！这玩的什么东西哦？这玩的什么东西哦？闹得都淌口水。哈呵呵呵，我真的是笑了。闹得都淌口水，闹得都淌口水。再捞一点，没事没事，再捞一点，再捞一点，没事。我笑了。大招，我不想放，知道吧？知道为什么不想放吗？再捞一点，没事。铁拐接皮，呵呵。铁拐接劈，抽死你！跑了，他跑了。不喜欢，不想用大招，我想先熟练熟练。我不是要将他击杀，我也不是要赢他，明白吧？懂我意思吗？如果你想要看击杀，想要看我摧枯拉朽把别人打输，没有意义，因为我在试验其他招数。你不相信哈，那你看一下这个韩朱莉能不能还手，好不好？你要赢是吧？要赢，好，那我赢给你看。好，什么叫赢？好 ，OK。我笑了。太捞了，这个人太捞了，太捞了，并不是很想赢你，心里要有数。
并不是很想赢他。他太老了。并不是很想认真。我在试验招式知道吗？你们搞不清楚。吊打杰米。我血 K 拿笑，这就叫认真，知道吧？这就叫认真。我血 K 这就叫认真。哦，他还要继续打。搞不清楚情况啊。啊！怎么可能啊！没连上啊！怎么会没连上啊？没能量了，不喝酒，他喝酒有什么用啊？他喝酒也没用啊。Look at you girls， 一拐走。喝酒我就死了，好，喝酒我就死了，是这样的吗？那有没有可能喝酒也死不了嘞？喝酒但有没有可能更难受啊？会不会他喝酒就被我 Look at you girls， Look at you girls， 魔龙挑起，魔龙挑起，有没有可能啊？一万分，那肯定随便打呀。不好意思，火一 JP， 我笑了，我笑了，我真的是无语。KO。铁拐 JP， 这么喜欢抓背包吗？
KO 拿死掉，都帅的接屁啊，是吧？还要继续战斗吗？还要继续战斗，行。哟，这能真的掉？必杀呢？我就非要必杀。我就非要放出来必杀，放不出来，绕不出来，很难受。JP 帅不帅？哈哈，我笑了，我笑了。哇，这多捞啊！我这个接皮是有点捞，我说实话。我感觉自己很捞。受到一个危机立马就超杀，我给我得，我笑了，我笑了，再捞一点。他能闪进我身，你只会这个这招吗？牛逼，牛哥，他老是铲过来捶我头，抽我嘴巴子，好烦。走你，打不下来。别动。又抽我，又。You can.不叫 UK， 哎嘿嘿，过不来，舒服，拿下。怎么说？继续。能闪一屏幕。You go.
就第一次戳你，怎么说嘛？就第一次戳你。背包怪。我操，这闪躲好快啊！舒服。哎，皮包。耶，皮包呢？我操！我皮包呢？咦，我的皮包呢？我操，不会输吧？哟，烦我，坏了，出事了，哟，第一次挑死你，戳死你，是不是？难不难受？六连胜 ，OK， 啃。舒服。哟，按错了。你不会想翻盘吧，兄弟？想翻盘吧？哇！背包。当拐早啊笑七连胜、放不出来啊这个
哥笑了，我真笑了。掏灯拐枣，按错了，放错了 ，ZZ， 再捞一点没事，再捞一点，再捞一点没事，再捞一点，没关系。睿智哎。我笑了，超必杀耶，就这哦，拿去啊，一个黄龙带走，啊，谁他妈没放出来？挑起，直接给他挑起。什么不赖？你说哪个不是不赖的？谁是不赖的？你讲。我的前冲呢？我真笑了。挑起，直接挑起，
五，我笑了，这也行、啊？近身，怎么样？这个JP是不是很恶心？